并不存在啊。对吧？你就不能用那个公式。下面这个公式啊，下面这个公式啊是马连帮他用的，但是要 AC 要 inverse 才存在才行啊，不存在的话就不行。那你就要回去这个公式。好，我们马上就讲到这个例题啦 ，rigid body motion 啦。rigid body motion 的 discrete time model 是长得什么样子？来，我们来看看。好 ，discrete time model 就是这样子，没了。你把它带入那个 series， 你就发现只有两个 term。假设我 delta t 是我的 sample interval。欸、这个心跳音很重要，为什么？那代表你的 U 啊，在每一个 DLT 它有多长 ？DLT 可能是0.1秒，可能0.2秒，可能1秒，可能5秒，可能10秒。所以 DLT 不一样，你的 Discrete Model 就不一样哦。同样是 Continuous Time Model， 在 Rigid Body Motion 它都是一样的，就是 AEC 等于0100。我觉得要叫数规来讲的话，就是 C 等于00 ，D 等于一，啊 ，BC 等于01，那没错吧？啊、哦，你再回去看你的 rigid body motion。那我 discrete model 就长得一 delta t 01哦，所以 discrete model 是 delta t dependent， 就是 delta t 不一样，你的 time interval、sample interval 不一样，你的 discrete time model 就不一样。同样的 B 也是一样，跟 delta t 是有关系的，所以 delta t 不一样，那么你的 B 也就不一样，有没有问题？注意啊， continuous time 跟 discrete time 不同的地方，你们注意一下。所以 discrete time model它的 rigid body motion 就长得像这样子，很简单的样子。有没有疑问？没有哈，因为我的那个投影片都做得完整的哈，所以讲可能会快一点。你们吸收的话，讲的没有好好吸收的话，就变成回去还要再练了。所以我在讲的时候，你们疑问就问，我就认为你们懂了。就一直讲下去，好了，这个很快哦，要换这个投影片呢，我会换很快，也会换很慢，看你们的吸收度。你的吸收不好的话，哎，赶快老师停一下啊，我这里有问题，这样子不停了，对，停掉。好，我们再来讲这个 vibrational motion。假设 k 等于 m 等于一。好、哦、，k 等于 1m 等于1的话呢，我们的 continuous model 就长得像这样子，很简单的 continuous model。它的 discrete model 呢，哎，你看了、哦、，discrete model， 哎，这个很漂亮啊、哦。我 discrete model， 假如说我这个 spring constant 等于一 ，mass 等于一，那我的 sample interval 是 delta t， sampling rate 是 delta t。那我把它带进去以后，就是 cosine delta t、sin delta t、负 sin delta t 跟 cosine delta t， 很妙啊、哦！我的 discrete model 就长得这样子，我的 B 呢就是一减 cosine delta t、sin delta t。你们第二个 CD 啊，它的 model 是这样啊。啊、哦，我的 delta t 说，我的 delta t 是多少的时候？我就给你说 delta t 是14.5，这是一个 model。那 c 跟 d 是不变的，所以你们要注意 continuous time 的 c 跟 d 是不变的，因为它是量，量只是量哪一点哪一点哪一点，当然是不变的。
它里面没有微分嘛，没有积分嘛，但是 state 里面有积分有微分嘛，对吧？所以你只要看这个，所以你不要被这个 series 吓到了哈，这个 series 没有什么吓的哈。那你把它整理一下，它变成一个 cosine、sine、负 sine、cosine， 就这样子。所以你只要解 eigenvalue， 你解 eigenvalue A 呢？啊，等一下，回去一下，这 eigenvalue 要讲一下，这个刚刚那个 Miss Bailey eigenvalue 啊。Eigenvalue of 这个 A， 我们来讲啊，这个 eigenvalue 多少？啊 ，A 等于一 delta t 零一，那 eigenvalue A 多少啊？多少？啊？一。这个 discrete time model， 好，那我的 continuous model 呢？我们已经讲过了。那 eigenvalue AC 多少？零零。对吧？那它这个都是什么？这个其实一呢，就是等于一的零次方，对吧？对不对？对 ，eigenvalue 这个 discrete time model 是一一 ，eigenvalue AC continuous model 是零零。这一一就是零的零次，一的零次方上去。因为啊 ，A 啊 ，A 是等于一的 AC 多少 t 嘛，对吧？这个 eigenvalue 啊，这 eigenvalue 就比较复杂了啊，但是它还是可以解的。啊，这个底下讲那个就不用讲了啊，我们这个今天就到这里，剩下两分钟了啊。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出 ，discrete time eigenvalue 跟 continuous time eigenvalue 其实它是有相对的关系的。在 rigid body 里头，它的 eigenvalue 就是1011，它跟 delta t 就没有关系，不管你 delta t 多少，它都是这样子。大家记得吧 ？rigid body 就是没有频率，因为没有频率，那就是它的 eigenvalue 也等于零。那在 discrete time model 的时候呢？它的 eigenvalue 是等于一，因为它一的零次方是等于一，是这样来的。所以 rigid body 的 discrete time model 呢，就是在一，就是一，它的 eigenvalue。没问题。你们假如练过这个 complex value 啊，它是一个 mapping。下个礼拜我就告诉你们怎么样 map， 就是它的 eigenvalue 从 continuous time 怎么 map 到 discrete time 里头，这个是一个 mapping 的动作那里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，好，除非你们有疑问，没有疑问就下课了。